刘令自蜜之双击流，没有做艺人，你觉得现在可能在做什么工作？摄像师，我会拍，很会拍，是不是？包括刚刚这样啊，这样，我就喜欢，我学会了，而且我很喜欢拍别人。我这两天也一直在整理我在成龙拍的胶片。他们有为你什么整理好？不是，大家真的不要催我，因为太多了。我的胶片相机是有两个，一个是放在宿舍里，一个是放在我们的训练楼，两台相机来回用，所以每天真的拍了很多很多。对，大家要耐心等待哦。